这本就是社会教化的劝世歌。我王玉川来个念，来个录音嘛呢。这是劝世吼，大波人唔通参要娶细姨啊！你若无娶入来吼，家内啊，袂富啊，安全唔好。不时家庭都安尼吵架闹事吼，哇！这家庭吼，安尼就足无平顺啊嘞啦吼。我甲录些是劝世劝世都劝世歌呢，我来甲录，恁加减开起来，望家听。今年就是95年的2月13日，我正月初正月十六，我王玉川来甲录音的呢吼。讲各位的先生，你着徛脚有啊，搁来听老伙啊，要念句啊。我为着这个社会是会教化，小弟则过来编出着这本句啊，也互相咱研究来做参考。怎样，咱的家庭才会好？咱好的家教甲捡来做，请恁是向前来提高。咱大家就有这个好家教，好歹是关系，伫咧换手头，换家。诶，人无论生共老，若死性落去还家，就是牛。咱还家诶人着死性，咱日常诶开用着爱平静，若无必要诶钱，毋通乌白用，咱若双生。揭开咱的家丘生，总共咱就困欠较有底，你若伤过浪费哦，就会不成家，乱开乱用，顾着会带负债，你的生活就会起问题。